之前他就上演过一段被强暴的戏给我哥看，这种女人不配做我的嫂子。我还没过门你就这么诋毁我，你就不怕大家笑话吗？你敢当着大家面发誓你没有骗过我哥吗？你应该找回你孩子的爸爸，这样对你好，对你的小孩也好。我根本不知道他爸爸在哪儿。